我现在告诉你，我非常喜欢你，你要不要跟我交往？觉得过天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努力过，才不会后悔。这样，我也可以确定你的位置。我相信他，所以我来带他回家。把话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他假扮成海星？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间10点，极品绝配。